元气加满，姐妹加油。本节目由零糖零脂零卡清爽不怕胖的元气森林独家冠名播出。零糖零脂零卡清爽不怕胖，元气森林京多好玩节等你来玩，更爽更炸更嗨，可比克燃炸舞台时刻。本节目由快乐每一刻的可比克赞助播出。口喉健康信赖三金西瓜霜，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年轻人都在玩的扩列神器皮皮 APP 赞助播出。上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搜索爆裂舞台，集结今夏爆燃歌单，顶级舞台强强对决，每周五晚八点 VIP 会员抢先看爆裂舞台。来微博参与爆裂舞台话题互动，一起见证魅力舞台的诞生。本场竞演票数最末的暴露舞台将被淘汰。三个真的是一个很特殊很神奇的一个梦幻联动，因为三个都是不同团体的。看一下来自广东的小镇姑娘和一支东北摇滚乐队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让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选到了蔡国庆老师，因为蔡国庆老师非常的元气满满的给我带来力量。我们的组合名是三个女的。 Hello 大家好，我们直接开始吧。现在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爆裂舞台第三场竞演目前的排名情况，请看大屏幕。一分。刘伯欣、宋雨琦将止步于此。这并不是我想看到的结果，我心里有我自己的答案。三公是我尝试了我最弱的一个风格，大家一直在说突破突破，今天就真的是拼尽全力的再去做这个舞台，虽然我被淘汰，但是我不后悔。我今天尝试了，我自己也很满意，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来这个节目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不就是要看到不一样的自己吗？你们做到了，来这里是为了暴烈自己的，对吗？我想在这里留下很暴烈的舞台，再一次突破吧。此生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过这么大的脸，相当的紧张，我真的手都发抖，你知道吗？从来没有这样过。哎，每一次烧烤内容都很让人无语。哎，我的天哪，我爆裂裂的无数了。啊，不是吧？这节目出去，我的演艺生涯从此断送了。我觉得大家所有人包括我都是被这个紧张给镇住了，就是一个是紧张，第二 是被那个从未尝试这四个字给镇住了。哎，就是脸上笑嘻嘻。没有，就是怎么说呢，还是很新鲜的吧，因为这样的环节确实也很少有节目可就是让艺人这么做吧。还挺有意思的。你觉得他们能 hold 得住吗？我觉得能 hold 得住，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身上有魂不吝的精神。对，因为他小，他无所畏惧，不知惹无畏是吧？他才不怕你呢，他敢招呼。你看那娃娃，他根本不会，不是跳舞的，就敢从凳子上翻下来，你敢吗？我不敢，反正。对，是。所以我不担心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比赛，就是也过半了，最后一次小考，考什么呢？节目组找我跟我说，准备教一个音乐剧，形式呢，但是音乐秀。
音乐秀，音乐秀，但是有那个情有音乐剧情节的，类似音乐剧的，但是因为咱们这些孩子不是做音乐剧专业的嘛，所以他是还是个秀的方式呈现，但是有内容的，比如说他有剧本、啊、有故事了，有人物，有角色了，对，其实是让他们更音乐一点吧。音乐剧片段不能叫音乐剧了，音乐秀，哎，音乐秀，音乐小品，嗯，啊，然后我们来听。听了之后我们选出来一二三四五排名之后，那拿到第一的肯定就是会，对，就是会在这个 C 位了。当然在评比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统一一点，就是除了唱我们是不是还看，要看一点点他的表演，毕竟是有表演了，对，也不能完全唱，你要完全唱我唱得好，我不会表演，对吧，就是你还要综合分啊，这个统一了啊，是 OK。 那么我们只看这个小孩是不是超越了自己，是不是有所提高，是，就这个目的吧，是 OK， 那就这样散会。好嘞欢迎进入 XXXL 动力基地。昨天睡得还好吗？睡不着。我昨天晚上还好。嗨 ，Hello，Hello。欢迎进入 XXXL 动力基地。在这儿。这一次是一个一个上最快的一次。对啊，原来每一个要等超久。他们一让我进来，我就冲进来。你们看恐怖片吗？我太看了，我太害怕了，我太喜欢看。是不是？下次就放个恐怖片在这里，大家一起看，全部灯都黑了。那喜欢看的人就看，不喜欢看的人肯定也不讲话。这样也还好，其实也喜欢看，但太怕了。下一次这里应该放个电视。看起来是吧？对，看点比赛或者看点剧，看点什么？看奥运。对啊，看奥运啊，一边聊天还挺好玩。对啊。哎呀，慢呢，他们几个，哎呀。来了来了，沉重的脚步声，哐哐哐哐。欢迎进入 XXXL 动力基地。人越来越少了啊。你们两个交换啥秘密？手机。哦。日常帮人装手机。是的，我就是爆裂帮人装手机的。袋子比较多。你今天这个装扮，我好想把你帽子打掉。不行。没洗头。弄了发型。吹了头发了，我最后再把帽子戴上。吹了头发，哎。那是什么东西？我看到什么报名表？什么报名表？东西？报啥名？报菜名。欢迎进入 XXXL 动力基地。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那姑娘们，我还依稀的记得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那个氛围是叽叽喳喳，十个小孩在一起，那现在就剩下五个人，一半都下去了。你们也应该知道，现在除掉18个，还剩15个舞台，对吧？15个舞台就意味着，在过去的3场竞演中，我们共同完成了18个爆裂舞台，这代表着你们离最终的一舞台越来越近，同时也意味着你们正式迈入第4场竞演的赛程。爆裂舞台第4场竞演主题发布。
出局了。第四场竞演共分两轮，第一轮竞演歌舞秀。有一天，一个因落魄而充满恶念的青年闯进了暴力女孩们的视野中，为了保护人心，消灭恶念的蔓延，暴力女孩化身五位暴力使者，决定与侵蚀着青年的黑暗恶念激战到底。舞台形式为集体舞台。第二轮竞演个人秀，舞台形式为单人舞台，舞台释放数量为老规矩，每场竞赛前都有一次让你们头疼的暴力小考。竞赛前都有一次让你们头疼的暴力小考，是这样吧？真的很头疼。要告诉各位，这次的小考你们将争夺的是第四次竞演集体歌舞秀中的主角。请你们每个人告诉我，主角两个字在你们心里意味着什么？来，单依纯。我觉得主角对我来说应该是使命感吧，把自己当做主角，然后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做好。我很喜欢听使命感三个字。我们每个人活着其实都有各自的使命感，说得非常好啊。来，安琪。我觉得主角一定是要能当好那个绿叶的，就是一路走过来，他要当好每一次的绿叶，他才能做到最好看的那朵红花。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这样子的，没有人一步到顶的。你不能去撑起那个位置的时候，你都得在旁边修炼修炼，磨练磨练。对，陈卓璇。我觉得主角就是忠心，但是这个忠心不一定是只是位置的忠心，我觉得是大家所有的目光聚焦的忠心，聚光灯聚焦的那个忠心。我觉得主角就是所有人目光聚焦的地方。我觉得我是一个会无论站在什么位置都把自己变成一个主角的人。好，陆柯然。其实来参加爆裂舞台之后，我觉得每一次不管站上这个小舞台还是大舞台，我觉得我自己都是主角。非常好啊，这份霸气啊，自信。亚米郭颖。主角就是最好的，既然是个考试，我一定会全力以赴，能拿到主角最好。这个音乐歌舞秀是由金武林老师根据主角这个主题创作的作品，它区别于过去的任何一次考核，因为它有故事剧情，有不同的角色，要通过舞台表现力塑造好不同的角色，所以在好音乐舞蹈这些舞台基本功之外，如何诠释好角色就是今天小考的考核重点。另一个 VBS， 橘光灯打开，咱们要 VBS 了。VBS 太磨人了，对我来说肯定是非常非常难的。今天这个其实也是很难的，大家都是没有尝试过这一块领域嘛。如果我没有足够时间去练习的话，也还是挺有趣的，就像 VBS， 然后到现在还有一个再次合体的这样一个结果。对。这次小考应该是更难的，原来只是拿到一个 demo， 然后通过演唱或者是说唱舞蹈去演绎，但这次是有点像音乐情景剧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更难。这一次不外乎的小考也应该说是有挑战性的，不过这一次是最后一次小考。在第四场竞演中，两轮暴力局累计前三名进入暴力舞台总决赛冲刺夜，其余人全部淘汰。下一场淘汰两。压力会大一些吧，
因为你需要两轮都表现好嘛，分数要相加嘛，不是说你自己个人的舞台完成好就好了。我觉得真的一切都说不清，还是有潜在危险的。我一定会全力以赴，我要为自己站到最后去。狗命啊！大家已经看到这个大纲，那我们现在毛遂自荐吧，由哪位来声情并茂的朗读一遍？没有，我要点名了啊！我们请安琪来声情并茂的朗读一下这个剧情大纲。我也要演戏吧，就是读出来就行，对吗，韩老师？是的。某年某月某日，小王猝不及防地遭遇了生活的一记无情重锤，悲伤、沮丧、焦虑，这些负能量交替着爬上小王的心头，日复一日地在执念和欲望中沉沦，无法自控地向绝望悬崖挪动。他们出现了，他们带着最纯粹真挚的能量潜入了小王的精神世界，正负交手，险象环生，电光火石闪烁不停。放心，我们守护你。遥远的声音散去，在一个平凡的清晨，你美梦初醒，恭喜你又平安地度过了一天。一个人可以很天真简单地活下去，必是身边无数人用更大的代价守护而来的。小王是谁？他们又是谁？仿佛听到过一个遥远的声音，欢迎来爆裂宇宙。好极了。哎呦，这个故事还写的挺那个啥的，这不就是我们吗？嗯，对啊。好的，那我们就更深一步的来了解这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一共有六个不同的身份、不同性格的角色供你们选择，他们分别是萧曼、米果果、凌空晶、赖小贝、尚雅、黎曼。暴烈女孩需要在六个角色中选择自己想要诠释的角色，并使用该角色对应的 demo 进行表演创作，最终由专业评审团对小考作品进行现场评分。小考成绩最高的女孩将成为第四次竞演中歌舞秀的主角。选定角色后，你们才会收到 demo。 请注意，小考的角色一旦选定就不能更换了，想好了就到台上填写角色的报名表。桌游玩具请的那个叫什么东西？哎呀，剧本杀。对，这不是剧本杀吗？我累了。妈呀，这太难了吗？我真觉得太难了，真的搞不了。上一次还有队友两个人一起排或者怎么样的，这一次一个人想所有的东西。我可以组歌步舞吗？就是我自己个人没有，就是对那方面没有很擅长，然后其次是我自己也没有那么的感兴趣的，所以我会比较你们去填吧，不要让其他人知道，填好之后用纸盖住。韩老师，哎，请说。我选好了。这么快？对。我决定不从小纯开始揭开这个秘密，走下面。那我们就从亚米开始。啊哈！烧麦，很容易就被听成是烧麦。对对对，我可以在想。夺冠教练烧麦，
爆裂品格，敬请。因为我很喜欢他人物小传里面说的一些话，就是他每天都不断的练习，他不一定是最聪明的一个，但是他一定是最勤奋的一个。其实跟我有一些想法有点相似，包括他说过功夫就是时间，时间就是修行。我觉得这个节目对我来说就是一趟修行。我是看他的小传，我挺觉得挺有意思的。来猜猜你选什么？你先别跟我说。我选了五百教练。下一个，我们来看看璇儿姐。我想看看她是不是跟我的想法是一致。赖小贝。赖小贝。律师助理赖小贝。暴烈品格，正义。赖小贝是哪个来的？律师助理。看来不一样。看来不一样。我以为你们选这个。对，我猜大家都会觉得我会选那个。时尚编辑特别像我，因为他的毒舌呀什么的那些，哎，就是我本人。因为我觉得如果选一个大家都想象得到的结果就没意思了。救命。一样的呗。OK， 我们看看陆柯然，你是那个，是那个倒数第二个那个是谁 ？IT 狂人啊，你是这个吧？我律师助理啊。怎么回事啊？其实我在看人物的这些介绍的时候，我是最喜欢这一个的，因为他内心的那种正义感是，有映射到我的生活的，所以我是最想要演这个角色的。正义的使者，像我是一个爱恨分明，然后又是一个正义感很多的人，所以我就很想选这个角色。你都说你选那个，逗你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安琪的选择是。李果果，这是那老师吗？小丑。小丑，特别对啊。我有一点想选这个。游乐场小丑李果果，暴烈品格，善良。其实小丑很多人扮过，很多很多。但是我喜欢他这个，是这个故事。小陈是谁啊？黎曼。哇，黎曼是哪一个来的？时尚主编。时尚主编黎曼，暴烈品格，创新。哎，可以突破。黎曼呢？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其实跟我也是蛮像。我虽然说，给人的第一感觉可能是闷闷的，但是其实我的性格是有锋利的一面的。但是首先啊，我想说我这个人一定是非常善良的，我不是那种坏人。我希望大家不要曲解我。戏剧它和我们音乐是不一样的，然而要演好这个戏剧加音乐，确实是难上加难。那么这一次我邀请了一位我的朋友，同时他也是我首部作曲的音乐剧《阿尔兹记忆的爱情》的男主角扮演者郑奇元老师来进行音乐剧表演部分的培训和指导，欢迎郑奇元。天哪，太吓人了，这个阵仗。来，老师好。好久不见，我搞不了了，我要退赛了。又拿话筒吗？接下来的小考，郑老师会到你们的排练厅去，给予你们专门的指导，好吗？大家不要紧张。对，对，只要你人物对了，你发出来任何样的声音，其实都是对的。那孩子们努力加油，感谢郑老师，就把他们交到你手上。我们待会儿
再见。好，拜拜。谢谢老师。谢老师。哎呦，好难呢、哦！怎么那么巧？怎么想的？怎么？为啥选这个？那你为什么选？我就觉得好玩。那律师，那其他的我演不了。你不是还演的飞行员吗？没有，我逗他了。好可怕！我本来也想选米果果的，但是我跟你讲，你选的这个是挺聪明的。为什么？因为我跟你讲，因为我如果跟你选一样的，不，等一下，啥呀？我说你跟你人物性格完全是反差的，然后你完全反差吗？对，你要演出那种东西。哦，对啊，时尚编辑他就是把自己穿得很那个啥的，完了，对不对？然后这是第一，第二是他是肯定很外放的，就是各种那种，你可以完全做个反差出来，其实。哎呦，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啊，歌词，谢谢。VVS 二点零吗 ？VVS。我记不住词，其实我都真的。我也记哦，我一页。我也一页。好。哎，我这个还可以。你看我们两页。我记不住词。唱 rap， 为什么？好长，好长，你们这个过于长。我看你们，哎，他那个，一页，你们就一页啊？你还有两页。对，其实你是最好的。怎么会是这样的？救命啊！他们的词儿都是一页，然后字儿还特别大，我们的词儿两页，字儿还特别小。就有一个惯用的套路，就是记不住词的时候。哟，现场的观众，大家跟我一起喊什么？我说 A， 你说 B， A， A。哎，没人配合，算了，开始这样。但是我感觉看这个文字，这个 flow。好白呀、啊！嗯，不会是单鸭吧？会吧，单鸭也算鸭。这个歌会变成什么样？会不会是现在我会开始期待？应该不会，应该不会。这个应该还 OK 的。可能每一个角色的曲风是不一样的。嗯，是。游戏机，这是80年代的时尚主编。好油！你就按照你的唱法去唱。好好听啊，你俩。嗯嗯。律师助理。啊！耶！哈哈！哈哈！哇！这两个字，无语。救救我！拿到 demo 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哇哦，又 rap， 真的词好多。没想到律师也会 rap， 疯了！那么多 rap， 词儿那么长，哼，就是一个字儿毁。唱吧，还可以啊，挺酷的。不是这唱咋唱啊？这戏曲，这 demo， 我想象很美好的。然后呢，拿到这个 demo， 啊，
戏曲唱腔不会呀、啊。啊，华尔兹。哎，我觉得这很适合你。也太简单了啊，这个歌。对，我是以为会有一些反转，然后会有一些音乐的留白，然后或是干嘛，但是这个就是它其实我还是蛮喜欢的，它是一个快乐的状态。你们出了 demo 的就可以各自练了。你唱一下我听一下。琴弦乃大道。你低八度吧，低八度唱吗？不是，我先低八G。我只能用假声了，太高了这个。清泉来的的，没到 rap 我已经还好。我一会找你吧，好不好？如果你有精力的话，你直接低八度，然后让他们挂到高八度去。可以这么先进吗？难免要吃苦恼，不想放弃。为明天书写快乐谜。太小白，离婚的事至少不管。我来喽。老师好。哎，咋样？刚拿到。先听一下你们的想法的。他那个故事嘛，其实是比较还是有一些反转的嘛。但是这个歌我觉得过于快乐，我收的这个 demo， 是，然后我就改变了我的想法。其实你后半段你可以把它在前面给演了，演完之后再进入到这个歌，就是你们用这个歌来表现这个人物。你们把这个人物理解透了，然后通过歌曲，哪怕是你们前面加一些，或者是肢体语言，或者是加一些你们想好的台词。就是我听这个歌吧，我也想不到别的，就是需要我去做点什么。我除了唱，就只想摇。怎么摇？就不知道，就是乱动，就是可能就是跟着律动稍微动一动，但是我不会想着说要有一个什么动作，或者说是我要表达什么。就像你刚才说，哪怕是你有几个眼神，或者是你的肢体上点到了，其实也就够了。哪怕你唱的时候，走路的那种状态，就是要让别人在这一分钟看出来你是谁，然后你在唱什么东西。对，其实就够了。听完 demo 之后，跟想象中这个角色不太一样。也不是不太一样，就是他可能比较单一面。其实这个人是八面玲珑的嘛，然后他内心有一些别的样子，然后表现出来是一个样子。就像刚才说的，就哪怕是我一个转身，我在唱歌可能表现出来我很那个正义的，当我转过头，我又变成一个八面玲珑就这样的人，可能有一来二去这么两次，可能表情比较重要。对，是的。八面玲珑的表情是怎么样的？我也不知道。其实我刚开始选这个角色，我是被那个人物小传吸引了啊，然后拿到这个 demo 之后，它特别满，前面有一个有点像戏腔一样的东西，然后一段 rap， 再来一段戏腔，很满。我在哪里表演呢？我不知道，可能嘴皮子全程嘴皮子一直在说，然后那我要做什么呢？注意你的这种肢体上，哪怕你站着的那样的感觉，或者是一回头什么样的，对，可能就会好一点。好的，那你们赶紧练。好，我等一下就过来。好，我来来来，谢谢老师，我陪着你们，我陪着你们。请大家去往服装间挑选服饰和道具。哇，这是什么啦？哎呀，这么多东西啊！半小时后关闭。
好可爱哦，你们做的一看就是。这个还真是挺可爱的啊。平时丝绸穿能戴。我已经装扮了，我已经。律师助理穿这个是对的吧？真的。律师助理穿这个。我真无语了。哎，其实我这个角色穿什么都可以。对呀、啊，你是时尚主编，你说了算。你说时尚就时尚，不用考虑那么多。Title 在那儿 ，Title 在那儿。这是什么东西啊？怎么是这样的？小帅，这什么？裙子，吊带裙。我溜肩，穿不了。这些就是给我准备的呗，是这意思吗？看起来像。不是，像主编，你怎么答都是对的，你说了算。我也觉得，要不我穿个 T 恤上台吧。嗯，这也太低调了，这时尚主编。选定了，我选定了。加油，姐妹们。那就选这个吧。其实我选的很快，我去选衣服之前就是觉得应该是一套西装，然后简简单单的，没有什么过多华丽的饰品。我选完了，我选了一个衬衫，然后一个领带，然后一个这四个外套太大了吧，然后也配饰没了。我对这个律师助理的角色，我觉得应该是那种衬衫打着领带，穿着黑西装，穿小细裤、小皮鞋，戴着眼镜，梳个2837分的那种，然后拿着电脑，然后文件夹、公文包那种感觉。这个呢，有个色的反差，是不是好一点？啊，也可以，对吧？还挺好看的。啊，那你今天选服装的过程纠结吗？其实倒还好哎，就是，但是亚米姐一直在帮我纠结，非常感谢亚米姐，然后帮我一直在那挑。因为我觉得时尚主编嘛，其实还好，你哪怕说穿最普通的衣服，你只要气场到位。就可以了，因为穿在你身上，不管是什么，你就是时尚本上。那你挑你的衣服，哇，你就这么上去？那不是，那你先换我挑一下。对啊，你挑一挑，我换换看。天，没有合适的，一件都没有。No， 我选不出来，脑子已经炸了。欢迎进入 XXXL 蹦力基地。又来到了这个小棚子，伤心之地，伤心之地。你看看名字就完了，小丑啊什么之类的。太紧张了，这比我高考还要紧张。哎 ，Hello， 老师。律师你好，秦老师好，老师们好，也这么多人了，哦，走，自己来装扮，可以啊，
等于我们现在是两个律师助理啊，咏春拳的对吧，猫猫拳，安琪是小丑，还差一个啊， sorry， 对不起对不起，有点事情，对不起，来晚了。刚才我们经过长达四个小时的休整，我们现在就准备正式的操练起来。好，首先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评审团。我们三位评审团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有两位新成员，一位是他参演了16部原创音乐剧啊，个个都赫赫有名，同时他也是我的首部作曲音乐剧《阿尔兹记爱情》里面的男主角的扮演者，当代非常棒的音乐剧演员郑奇元，再次向观众介绍一下。再要介绍一下比较特殊的一个人啊，因为他们从前呢都是用一支笔在幕后，不会跟更多的观众朋友见面，但是呢偶尔他们刻画的人物呢却总能深深的成为烙印记在您的心里。这位就是今天这一部短剧的人物设计编剧曾丹老师，欢迎。下面我要说一下我们的打分规则。本次小考由六位专业评委基于完成度和表现力对五个小考作品进行打分。每一个节目在开演前，每个人上台首先要报一个幕，来介绍自己的角色，来说我是怎么理解这个角色的。接下来就是你们的爆裂时刻，加油加油，可以的。那现在第一个上场的人，你们可以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叫自告奋勇，第二个选择叫相互推。相互推，谁把谁推上去就好。五四 three， 2 1 let's go。 他们好，来吧，我来吧。哎呦，可以，可以可以，但真的我也太难了。我说实话，我上台我脚是抖的，但是我就是不要让大家看得出来，我就是在隐藏这些东西。其实各位老师好，我是德奈的安琪，然后我这次饰演的角色是米果果。米果果，对，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角色，是因为我觉得不管他经历了什么，但是他总是善良的，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再次长大之后再回到游乐园里面扮起小丑，去带这个正能量和欢笑给更多的孩子。对，然后我是很喜欢他这个生活方式。我相信这个角色你应该能扮演得很好，因为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岂能说不是小丑呢。好吧，让我们来正确地面对生活，让我们通过艺术作品的呈现来看一看安琪是如何扮演这个人生中的小丑。我比较期待安琪姐姐的，因为我在米果果和林曼之间犹豫嘛，然后安琪姐姐选了米果果嘛，所以会比较期待一些。其实小丑很多人扮过，我觉得他跟我又很像，但是又很不像，所以我要演。先听一下你们的想法的。我觉得我就是我看。你是什么？小丑，小丑老师。然后就是故事嘛，其实是比较，还是有一些反转的嘛。但是我这个歌，我觉得过于快乐，我收的这个 demo。是。然后我就改变了我的想法。其实呢，我本来最初想的是，他是其实童年也是没有那么的幸福完整的。就他是个孤儿嘛。对，孤儿。但是呢，他也是
受到别人的一些帮助，可能是以前的一些流浪汉或者是干嘛，在他心里面他觉得那个是很美好的小丑，所以他才愿意再回到最快乐的那个地方，再去带给所有小孩子快乐，然后他去装扮小丑。给我的感觉就是，其实后半段你可以把它在前面给演了，演完之后再进入到这个歌，其实歌曲它是只是用来传达人物情感的一个工具，就是你们用这个歌来表现这个人物，你们把这个人物理解透了，然后通过歌曲，哪怕是你们前面加一些或者是肢体语言，或者是在前奏当中，或者是在歌曲之前，其实我觉得都可以，或者是加一些你们想好的台词，我觉得就是把这首歌不单纯的唱完，其实它是表演完，其实就够了。小丑不丑，游乐园玩偶，让啊让啊让 ，You are dancing queen。我又来了，老师好。好好好。老师，我大概跟你聊一下，就是我一开始因为它听起来是比较圆舞曲的，然后是哒哒哒哒哒哒那种，然后我是还是想加入我的舞蹈进去，可能跳一些芭蕾。对，其实有一种木偶的那种状态啊，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是在里边会加。对，刚刚我也想了几个。对的。其实你跟我想的差不多。我们也达成共识了，还是？好吧。可以。那你加油练呗。好。演绎，我一定会全力以赴，每一步我都无愧于心吧，都走得踏踏实实的，所以我要为自己站到最后去。天哪，他还没有演完。我刚刚在干嘛？瑞瑞安琪，我明年的音乐剧可以邀请你吗？我不敢。哎，真的很好哎。哇，他很快进入到那个角色里了，而且他有很好的舞蹈功底哎。刚才我看进去了，真的很好，真的很好，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安琪。哦，我都没见过。安琪特别的感动，特别好，真的。没想到非常好。安琪，
我特别激动，因为我经历了你们所有人一开始的想法，然后到呈现出来，而且你又是第一个站在舞台上面呈现的人，我觉得整个都非常完整。而且就像我之前跟你说的，表演要有起伏，要有起承转合，你在这个表演当中有的唯一，如果鸡蛋里面挑骨头的话，我觉得你最后的安定有一点点多，但是已经很完美了。我希望你吃的薯片其实就够了，但是你这么做也是合理的，特别棒，恭喜你。谢谢谢谢。安琪你好，我觉得你在台上这个情绪的感染力我觉得非常足，就是也很吻合小丑这个人物，内心非常善良，然后他可以用他自己的各种各样的面貌，然后去为了让给大家带来快乐，这样的一个很本真的一个这样的性格的人物。你当初选这个角色而没有选择其他的角色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很喜欢善良这个词。对，我觉得其实我也是这样，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我不管经历啥事儿，我是坏不了的一个孩子。其实我还是非常天真，其实有些时候吧，就其实好多人也说是不要让我这个样子，但是我就是改不了。对，还有就是他其实是很坚韧的吧，就是他小时候是因为不管他是经历了什么，就是每个人可能遭遇不一样，但是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在做他最内心真实的他。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少其实有人能做得到的，所以我希望我是一直能向他去学习的。其实那除了这个之外，你觉得你跟这个人物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差别上的东西吗？其实有，就是他的遭遇可能是我的反方向。我其实是一个家庭还是非常幸福的孩子，对，爸爸妈妈也一直支持我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对，我其实一直非常感谢我的家庭。有那么一刻你在这样咧开自己嘴的时候，我有点难过耶。谢谢安琪啊，好棒啊。还有谁？分，可以打分。贼狂。从一到十，从两个方面来打。从一到十。你记住他，我完全记不住。我看那个也不是。好，我们的分数就先不公开。下面一位。没有分。中了。你们是自行推荐还是我点兵点将？还在背词儿呢。翻译词儿不好背，很长。南京的，我的乖，我的乖。好，有请陆柯燃，加油宝。你觉得对于谁来说可能是最难的本子？当然是对陆柯燃了，陆柯燃。什么都不知道，高明啊！加油！对谁来说最难吗？陆柯燃来说很难吧，比较难。我们唱的时候是有 demo 吗？是有导唱吗？我觉得节目组的就是编剧老师一定很辛苦，不然怎么能想出来这么好玩的一个小考呢？这么有趣。小鹿好好说话。每一次小考内容都很让人无语啊，这次搞这个音乐剧就真的演戏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已经挑战性非常大了，而且让我演音乐剧狗名啊。救命啊，你们就这样还要放伴奏，真的来不及唱。我现在心情很渺茫，讲真的。谁啊？崩溃一点，就是我在那背词儿，一直有人进，一直有人出，一直有人进，一直有人出，然后我就非常思想不集中，我就老在那恍惚。有谁啊？我来喽。Hello， 老师。哎，咋样？
就主要这边还要唱，你懂吗？他的伴奏是什么都没有，就我自己还得唱出来。那一背不下来，可以再笑笑。我现在就是几百张，哎，其实我这边的记住后面记不住了，好难啊，老师。哦，救命啊！你看我没学过那个表演。救命啊！真的。感觉前面好了那么多期，完全就垮在了这个姓赖的身上，而且还是一个不存在的人，你懂吗？反正我从今天开始，我叫赖然，很难受，我不知道咋办。啊，老师们好，我是来自的奈陆可然，然后今天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正义使者，律师助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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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忘词儿了都。等一下，忘词儿。最期待跟我撞了的那个人呗，就看看，就是我俩谁能搞得好一点。我是揣着律师执照赖小贝，从不掉队。要说专业度，倒背律法几百章。要说，老师能重来一次吗？啊，再来，没问题，再来，加油！不是，我跟你讲。你只要符合这个人物，你词错了都变了都没准对。对，真的是就要看你的那个状态。带着律师执照带小贝，别看我貌美如花，但是智商从不掉队。要说专业度，律法倒背几百章。要说正义感，超人来了也得攻后站。要为弱者发声，无需摆出强者姿态，何必在乎成功或者失败？人世间总有不懂，但我在你我心中。恶人每次是结果，坏人都别来找我，想自我一树临风。That's my book， 只是靠说。你看着我，一直愿意管你的梦。Why don't you go away？ 挺好的。你觉得你这次的表演怎么样？我为什么？等一下，好，尴尬，真尴尬。我连这个律师名叫啥我都忘记了。对于我来说，还能再拉垮一点吗？真的就是没办法形容，太尴尬了。其实我也觉得没有那么糟糕，也不是你想象的不好啊，或者怎么样。我从你的整段的表演里面还是看出有好的细节在的，就比如说你一开始接电话敲击键盘的那种人物的感觉是真的是有的。其实你哎呀，有一点点可惜，但是我觉得挺能理解你的，真的很不容易。没事，老师再接再厉。好，加油，都是鼓励。他们都已经不想评价我了，鼓励我。哥哥你好。宋老师好。你好。对，其实我看到你这个形象，说实话我还蛮惊喜的，因为大家对这个律师的角色会有一个基本的刻板认识。
哎，但是恰恰我有一个固定的认知了吧，然后你一上来就完全给我破掉了这个认知，就至少在这个造型上给我还是有一个蛮大的惊喜啊。我觉得你坐在那儿还是有你自己个性的东西，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谢谢老师。上台之前不能先交枪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个大问题，真的真的真的。你是不是负担太多了有点？对，就得演，你知道吗？又不能老唱，然后我演完还得想那个动作，我整个人就迷糊了。所以交枪是吗？我觉得就是，不管你自己认为你表演的好与不好，就是一定要你在这个舞台上一定要不要放弃。我觉得你到后半段可能要笑场了，快演不下去了，感觉千万别。你站在那儿的第一秒一直到最后结束，一定把它坚持住，就是还是得有自信，一定得对自己有自信。你呀、啊、真的应该去中戏上一上解放天性课，我给你请一个中央音乐学院的教试唱的老师。不是老师，真的一个词儿都记不住。词儿不是问题，要把那个状态演出来。舞台剧如果完全卸掉完全放松恐怕不太对，所以你要有表现力，就敢演放开。哎，老师，我自己记词儿真的太慢了，而且我本来学歌就很慢，然后时间又短，然后我还得想那个动作，我还得设计，我就更难了。那我觉得今天这一趴你有可能止步了，你有可能止步了。你害怕吗？我不害怕。你不害怕？你知道可能会死在这一趴是吧？对啊，我就现在就没办法，我硬得上。自己先卡掉。我现在其实格外期待陈卓璇，我告诉你。好的，那我们的点评结束，老师们现在开始认真的打分。陈卓璇请就位吧。我想看看两个有什么不同。不要没上去就要交枪。就是应该这样，加油陈卓璇，千万千万别一上台就交枪。人物附体了，现在入戏。老师们好，下一个表演是来自硬糖少女303陈卓璇带来的律师助理赖小贝的一天。加油。因为我对这个人物其实也有自己的理解嘛，所以修改了一些词句，然后因为我自己也知道我不擅长 rap， 所以我给他修改了一部分的旋律，但是还是保留了一部分的 rap， 想让自己挑战一下。这个世界从来不是非黑即白，但守住了自己底线，你就可以认清黑白。还一个小时，词儿都没背下来。我不玩了，我回家了。我不整了。唉，疯了。那么多 rap， 词儿那么长，哼。我原来也是一贯卓越。谢谢谁呀？来爆裂舞台吗？每一个选择都要爆裂。律师助理赖小贝。Hello， 这里是
是助理来小贝，别看我双眼有眼恶眼，不会叫我嘴话，说我算什么，我会用实力说话，就用底线把邪恶的黑夜斩断。这个世界从来不是非黑即白，但守住了自己底线，你就可以认清黑白，要守住正义的光，无需埋头自姿态，何必在乎那么多诋毁或者赞叹。人世间总有不够，但也在你我心中，小女子我玉树临风，一世同谋。快点，快哭了。我只能说陈老师就是一起风光过，也必须一起拉垮一下。我说实话真的垮。此生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过这么大的脸。很不错了陈老师，下次有空一起去上解放天津课。而这个节目组啊是真够缺德的，我跟你说，弄得各个孩子都要哭要哭的。我陈卓璇从小到大最垮的一次。我璇姐最垮的一次。别着急别着急，后面还会有，没事。哎呦我的妈呀，这叫什么大型社会来说啊。别笑我呀，不是说好了不笑吗？对，我们没笑，没笑就是完了才笑的，之前都没笑啊。对，我真的知道自己演得很烂，那不是要爆裂自己吗？哎呀，哼，这个舞台呀、啊，整个垮掉。老师，你可能会对我非常失望。你表演的时候我一直没笑，我忍住了，没事。谢谢老师，您辛苦了。怎么？为什么一个人努力的样子你们会觉得好笑？我真的是。没有没有，但是我觉得整体的其实，完成度是有的。我觉得唯一的就是可能经验不足，就是如果是忘词的时候，其实你甩两下头或怎么样，其实我们观众是看不出来的。但这个时候你要先露怯了，可能别人就觉得啊你自己感觉到自己唱错了。忘词儿没关系，就是你要撑也把它撑下来。我们没有看词，没关系，观众不知道你出了问题。我硬撑了已经。硬撑少女了是不是？我真的已经硬撑了。我来说啊，看人物就是完全是我脑子里想象的这个律师助理，特别的准确，就是包括你坐在这儿这个扮演整个这个入戏这个状态，我觉得就是我想象中的这个赖小贝。谢谢老师。对，我刚才笑你我是替你开心，因为我下午看过你彩排是什么样子。彩排对，所以就又短短的这么长时间，然后这么短时间进步这么大，很不容易，真的很谢谢老师的鼓励。特别棒特别棒特别棒。这个角色也不是不适合你，但是这个歌是谁写的？我这太狠了。我错了我错了，对不起啊妹妹，对不起啊妹妹。这个歌真的是真挺难唱的，倒气儿啊，一个劲儿的在倒，而且那个他突然就蹦了一个高音，突然蹦一个高音，然后这个太缺德了，这个啊，就是你们干嘛非得选这个？我们也不知道选了是这样的。哎呀，哎呦喂，哎呦喂，抱歉呐，没事儿。我们现在把时间留给评审老师打分，你可以先回座位上休息，然后下一个。哎，你那手机不错，什么牌子？还可以吧，那个画的。画的。还有名呢。哎呦，这真逗。这是个啥呀，老师？这是我的那个电话。有点东西，小学生表演太丢人。元气加满，姐妹加油！本节目由零糖零脂零卡清爽不怕胖的元气森林独家冠名播出。然后下一个，就交给单依纯吧。哇哦！哎呀，不行，不能忘记我的道具。
你。超人吗？这是时尚，时尚本上。啊，时尚本上。你可爱。好，好，准备。